奥运金牌国手李阳在今天早上搭乘着飞机回到了金门，展开2天1夜的马拉松式感恩之旅。 一早的机场大厅，乡亲拉着红布条夹道欢迎奥运双精英雄李阳回家。李阳和李氏宗亲会的人抬着奥运双精的绿色匾额，绕行路上敲锣打鼓、鞭炮声不断，热闹非凡。还有旅行团行经古宁头附近，一听到李阳要来，特别停下脚步，就为一睹奥运英雄风采，上前抢着要求合照。是李阳的粉丝就对了。对，很多人抢。 李阳25号抵达金门，展开2天1夜的感恩之旅。除了祭祖还愿以外，金门县政府和李氏宗亲会安排大阵仗绕行主要市区和街道，想要感谢所有乡亲一路上的支持和鼓励。因为我本身比较低调，然后很感谢县政府愿意安排这样的行程。进庙我是觉得很荣耀吧，因为可以在李氏宗亲会上进匾，自己的名字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。 这次看到好多人热情欢迎自己回家，李阳心中满是感谢，还说不只希望金门体育能更好，更希望自己能和老家体育有更多交集。记者金门综合报道。